香港九大主题公园同景点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、海洋公园同埋山顶缆车。破天荒筹组成立香港游乐园及景点协会，日后一众嘅乐园同景点将会捆绑式到海外宣传，提升香港嘅旅游形象。协会长远更加会研究推出超级年票嘅可行性，成功嘅话，咁多个旅游景点，旅客都能够一票通行。而鉴于各个主题公园机动游戏越嚟越多，协会日后将会透过大学同埋职训局等等嘅学术机构，统一提供机械维修安全证书课程，并会请外国嘅专家嚟香港讲解，以提升机动游戏嘅安全水平。另外，亦都会举办课程培训酒店管理等等嘅服务业人才。协会预计会在7月成立，届时将会邀请香港其他旅游景点入会，而旅发局就会做协会的观察员，列席会议，商讨旅游推广的事宜。 ONTV 东方电视新闻台报道。